阳光话怎么讲呢？Somebody 对啊，昨天呢应该大家有在饭店看到我吧，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参加我们一日游的行程。那我们今天的都有拿到手册吗？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，反正只要人有来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吃活鱼，对，石门水库的活鱼就是非常的有名，在我们等一下我们去啊，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鱼这么大，是清朝宫廷式的屋顶盖的，就是这个，对。那其实台湾人啊，台北人啊，这里算是他们的后花园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，其实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，但是这边其实36000个人这样子，所以其实我们有的一些空地比较少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每天假日都有很多学生啊来这边练舞啊，或是来这边溜冰啊，或者是跳舞啊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。好，我们出发了。现在台湾的捷运很发达，现在右手边就是捷运站。妈妈长得就是跟中正纪念堂一模一样，那就是捷运站跟中正纪念堂。取过来的，哎，那但是现在。十点四十分，How are you doing?
用来做干啥？这个录影的。